你跑来干嘛？我不是怕你想不开吗？你放心，我还不至于想不开。你一个人跑到小河边来，我担心你。我就是和你爸吵两句，来河边透透气。妈妈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你把家里每个人都照顾得很好，可是我爸还不珍惜。妈妈，你别生气了，你不是喜欢吃榴莲吗？吃一个大榴莲吧。你要到晚上还是不开心，你就去酒店住一晚。你看我把你充电线、身份证都带来了。好，那妈妈带你一起去吃。我才不去呢，我要回家。为什么不去啊？我要回家让爸爸做家务，让他给我洗头洗澡。我还要赖爸爸，让他给我擦屁股。你放心，不到一会儿他就会乖乖的 求你了。我要让他知道这个家没有你不行。妈妈，你拿着，给你，我回家了。橘子，橘子，妈妈，我真的不放心。妈妈跟你一起回家。妈妈，我走。